上去等等，咦，俾咗冇錢，你揸筆錢，都有啲人可以買，俾咗冇錢。嗯，勁衰。話佢我媽咧，我而家仲未再翻過嚟嘅，我今日佢仲要行翻。陣間咧就可以將你中意翻工嘅氣勢展現俾佢聽啦，準備好未？準備好，準備好未？好，咁不如我哋邀請我哋今日三位嘅一日同事出嚟同大家見面，好唔好？我們先咧，馬上有請導演朱佑林、盧廣東，還有張庭。耶！大家好。耶！耶！還有我們呢？喂，還有前面。可以看，他们应该主要是大的，好压迫 ，OK 哦，可以可以。那么先请三位跟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龙总，耶。耶。哎，我是我观众好朋友邱林。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琪。那知道你们从台湾特地带了礼物给大家，哎、对，那现在我们中会还有两位的观众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，如果成功的话又被拼的话，就可以获得这份很舒压的礼物，有一个舒压球啊，唔中意你翻工嘅老板咧就大力大力咁拧啦。那我们今次负责挑获奖者的朋友会是七七跟广众吧。好嗎？每人挑一位哦。嗱，好簡單嘅啲問題，所以我哋揀咗人先，好唔好啊？準備，三、二、一。問題是選了先，很簡單的。好嘅，好。OK， 好，你好啊。嗱，咁我用國語問哦，就是琪琪跟廣仲兩位都是巨蟹座的嘛？那我們電影的電影名字叫什麼？我的名字汤马克劳斯，那你想清楚哦，汤马克咩王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对，差点又拿错，对，差点拿错，哎，礼物送你，好，那仲有一条问题，一样咁简单嘅，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好，准备，三、二、一。是这位吗？黑色衣服的，嗨，你好啊！嗱，准备啊，你的声音可以叫落嚟啊！嗱，我哋今日咧就系10月13号，咁你套戏系几时上啊？19，19，冇错，系啱噶，啱噶，好耶！咁大家咧就可以多多同我哋嘅朋友仔分享啊！他们是大队的，我们的电影是10月19号公映的。那不如我们现在也把握这个时间一起打个卡，上班之前要打卡，就是有大合影的时间，好吗？有请三位可以来到中间的位置。好，可以一下一起啊。第一排的朋友，你会不会想去后方的位置啊？系啊，可以去 C 位，可以去 C 排嘅。C 位，10月19号见。